走外面，兄弟，走外面，外面，兄弟，你听我说话就行，把麦闭了，兄弟。直播间有个几秒钟延迟，直接上嘴脸，上去 Q 他，凭什么赶 A 兵啊？这乌鸦怎么说？看你，好，这波预判可以，我当你这波是预判啊。这什么？好哥，你刚刚开了我个人头啊，兄弟！你现在道歉5块钱啊！目前随时只有欠我5块 ，K 了我个一血，先记账，先记账。越了吧，越了吧，跟他换了，跟他换了，换了回家。哎呦！啊，不用死。手躲还有如此发挥，但是第一个 Q 先再观察一下吧，观察一下这个水友，感觉比前面几个锤石打的要好一点，感觉要好一点。打的比前面那样好一些的。这么猥琐，不逼我推线吗？他们伟哥，看你钩子了，没事，不用怕的，伟哥赶我们，不要越塔就行了。先弄伏伟哥，灯笼灯灯灯，兄弟，可以打，拉扯一下。队友已经湿了，机超56，没事，没事，兄弟，有啥？我觉得你们紧张就是怕弹幕骂你，是不是？怕比较发挥的不好，弹幕就开喷了，很正常。你们普通人像我们做主播的就习惯了，你们确实会有压力。但我这宝宝放着，他们骂的是我，不会骂你，知道不？谁敢骂我水友？啊？谁敢骂你？
们不给你面子，要给我个面子，谁敢骂你？放心啊，随便玩。这点面子我还是有的。不用怕弹幕骂是吧？有种你们想骂大夫就骂我，别骂我水友啊！就让你们骂了条狗，谁骂我水友就咬谁。我在这个直播间难道没有面子吗？你们难道不得给我一份面子吗？我才是狗，不要跟我争！汪汪，不要跟我争，听见没有？我天天听我家狗叫，我现在都已经会狗叫了。直接把他们做掉，直接把他们做掉。不急不急，兄弟，哦，小心小心，兄弟，看出来这哥们打得好，但就确实是有点紧张的。他上的时候都没有看我位置，说明他应该是挺紧张的。好灯，给的好。不要上，他有 W W。我的，我失误了，兄弟，怪我。我的，你不要跟我争，你们上来谁又跟我玩，不要跟我争，记住兄弟，你在看我直播，你是我爹，不要那么卑微，知道吧？没有比这次啊，九个其实还好，一分钟一个吧。就当你在看条狗，不要那么卑微啊！弄他，弄他，弄他！咱们现在就给他们上点压力。怎么没有遇到玩暖斧的呀？没有遇到一个玩暖斧的。可以打，有 Q 吗？好漂亮，好 Q， 四个，一个一闪一刀，两刀，他到死都在想着为我挡这个鱼，兄弟，感动了。我看出来了，那个走位就是想帮我吃这个鱼。这个没钻石都看不出来的。
拆了拆了，回家购物。3700块。不不不，你很强，你很强。高手，一般看高手直播的人也是高手。这个水友锤石应该有个钻一左右啊，钻一左右，有个钻一左右啊，钻一左右，钻一左右。行吧，目前也好认真吧，黄金左右，黄金左右。黄金左右吧。应该有个黄金一。有个黄金一左右，我觉得这名水友。上把那个黄金二左右，黄金三。这个比上个要厉害，但是有点紧张。看你钩子，哎，他紧张了。怀念和新一双排冲低的日子。以后有机会的，只要能看双排，我跟新一一直都在联系。我跟新一那叫情比金坚啊。阿塔先 A 了吧，对面不给杀呀，
好预判。对面不给了，没了没了，22个，再拿一个，哎呦，谁推的呀？谁？